各位小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广东话教室。我是 Uncle Calvin， 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大家好，每一小时就有60分钟，我们都可以在时钟上面看得到。今天我就预备和大家一起读60分钟。各位小朋友，准备好没？那我们开始啦。我们可以在时钟上面看到分钟。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时钟啊。一般来讲，在时钟上面都会有三样东西。首先会有数字或者图形代表时间，好像这个时钟咁，就用1至12来到代表时间了。这些数字可以转变成为图形，大家只要认住他们的位置，就算没有数字都一样可以知道时间。在时钟的中间有两支针，比较短的一支是时针，时针，而比较长的一支是分针，分针。各位小朋友，我们放大一点看看，每当分针行一步，就代表时间过了1分钟。而当分针在时钟上面行了60步，亦即是啱啱好一个圈的话呢，就代表时间过了1小时。各位小朋友，今日我哋一起认识60分钟，请大家和我一起认住蓝色的这一支分针。你们准备好没？那我们开始读分钟啦。今日我们认识60分钟。首先，各位小朋友要知道，我们会将分钟读成分分，读得挺好。在我们认识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尝试在原本的时钟上面再加上一些数字。我们可以在1的旁边加上05，2的旁边加上10，3的旁边加上15，4的旁边加上20，5的旁边加上25，6的旁边加上30，7的旁边加上35，8的旁边加上40，9的旁边加上45，10的旁边加上50，11的旁边加上55，12的旁边加上60。好了，帮助我们认识分钟的时钟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一起望着分针，我们开始认识时间啦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一起看着时钟上面的时针和分针，一起将时间读出来了吧。时针指住一，分针指住一，一的旁边有数字05，这个时间是1:05，一点
零五分。嗯，读得几好啊！时间又过咗五分钟啦，而家嘅时间系一点十分，一点十分。分针又再行咗五小步，而家嘅时间系一点十五分。一点十五分，而家时钟上面显示嘅时间系一点二十分，一点二十分，而家嘅时间系一点二十五分。一点二十五分，依家分针指住下面，而家嘅时间系一点三十分，一点三十分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有冇留意，当分针一路向前行嘅时候，时针都会好慢好慢咁样喐动噶噃？不过只要时针未去到下一个数字，我哋都仍然知道嗰个时间系原本嘅数字，就好似而家咁样，仍然系一点。分针表示三十分，大家明白嘅话，我哋继续啦噃。时间再过咗五分钟。各位小朋友，而家嘅时间系一点三十五分。时间又过咗五分钟啦，依家嘅时间系一点四十分。分针继续转动，依家嘅时间系一点四十五分，各位小朋友，不如你话俾我听，而家嘅时间系几点啊？系一点五十分，一点五十分。咁依家呢？冇错啦。一点五十五分，一点五十五分。小朋友，大家留意一下，而家蓝色的分针指住六十，而红色的时针指住二。而家的时间是去到两点钟，当分针指住六十嘅时候，我哋读出嚟就唔需要特别读分钟啦。所以而家嘅时间系两点正，两点正。大家全部都读得唔错噃。跟住落嚟 ，Uncle Calvin 就预备要挑战一下各位小朋友啦。我哋一齐将呢一个时钟再放大啲先。当我哋放大时钟嘅时候，会留意到喺时钟上面数字与数字之间再分开一格格，每个数字之间有五格。每当分针行一步，就代表时间过了一分钟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见到零一、零二、零三、零四、零五、零六、零七、零八、零九。
当我们读头这九分钟的时候，大家记住要加一个零字在数字的前面，就好像现在这样，这个时间是1:04，1:04。小朋友，那我考考大家了，这个时间是几多点啊？啱啦，系1:08，1:08。好啦，由十开始，我哋继续会排出数字，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如此类推，一路去到60。由十开始。我们读时间的时候，只需要直接读数字就可以了。好像现在的时间是1:11，1:11。考考大家，那现在的时间呢？是了，是1:14，1:14。大家都读得相当不错。分针会在时钟上面一路转动，直至它行了一个圈，去到上面，它会指住60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还记不记得啊？当分针指住60的时候，时针亦都啱啱好会完成一格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读出分钟的数字，只要直接读小时的数字就得了。所以现在的时间是2:00，2:00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全部都读得好好吧。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和大家一起读了60分钟， Uncle Calvin 和你玩个游戏啊。这个是我上学的时间，小朋友你看不看到是几多点啊？没错了，时间是8:30。小朋友，这个是我吃下午茶的时间，你又看不看到是几多点啊？这个时间是3:15。小朋友，这个是睡觉的时间，你又看不看到是几多点呢？这个是9:00。大家全部都读得好好吧。多谢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